这一点也没有变化，你看这路，亏了我这方小白鞋了。走吧，德德，我载你啊，逛逛这秋山村。哎，你是那个美玲姐吗？哎呀，这不是那个小美吗？你咋还这身打扮呀？美玲姐，这么多年没见你，你怎么混这么好啊？你看珠宝带那么多。哎，没办法，我在外啊，一年四季在外拼搏，现在混的说实话也不太很好，家里宝马呀有个三四辆，别墅啊有个五六套。姐，你混的真好，你脖子这个是翡翠吗？别动，这是你摸的吗？我这是翡翠，知道吧？见过没有？姐，我确实没有见过，我看电视人家那大老板都是戴这个，我就想摸一下，不能摸我就不摸了。哎，行了，不跟你在这聊了，我回来牵着我的小狗，让他走走我们的大街上，让我们父老乡亲啊看我这宠物狗好看不好看。姐，咱们这么多年的好邻居，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？有一点怪怪的感觉。看你说这话，以前那是啥生活？那是穷，现在我这日子过来别提多好了。行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，走了。姐，走吧，德德。你就这样走了？没想到在外面混了几年，连我们都不认识了。呀，这谁呀、啊、我的妈呀。哎呀，好像是美玲姐，是你吗？媳妇儿，你瞧瞧你那出息，我这么漂亮是不是不好看呀？没认出我是吧？哎呀妈呀，美玲姐，你在外面咋混得那么好呀？哎，混得再好背后我也有苦衷的。别看我混得好，平时啊我在外工作可努力了，不努力哪有我今天啊，是不是？玲姐，你就是努力的结果。哎，我看你这个耳环咋那么漂亮呢？美玲姐，让我看一下。咋了？别动，你知道我这是啥吗？我这是红宝石，要给我磨坏了咋办？嗯，也是，你看我磨坏了也赔不起。哎，行了，你这是干啥去啊？是不是又让弟干你那二亩啊，农田呀？肯定了，美玲姐，我不上我那二亩地干那点二亩地，我有啥出息啊？你是不是？行了行了，我有事，你先忙你的去吧。我没事，在我们这村观察观察，啥时候啊回来给全村人民修个路。走了。好吧，这是不是？这美玲姐以前都不是这种人啊，这是不是人一有钱都是这个样子呀？啊，婶儿，婶儿，婶儿，你回来了，婶儿。这谁呀、啊？这谁呀、啊？这，动手都上来拽我。婶儿，你忘了，我是从小被你看到大的那个萱萱呀。啊、哦，你是萱萱呀？那么多没见你，你真的是萱萱吗？你看这小姑娘长得又白又胖的，多好看！婶儿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没给我说一声、啊？你瞧瞧你，我跟你说一声，你又不是当官的，我又不需要巴结你，我跟你说管啥呀？是不是？你看这小姑娘。婶儿，你看你说的，我虽然不是当官的，但是我可以去，你回来我找你玩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行了行了。一个小丫头，我跟你啊没有共同语言、啊、我带着我小豆豆玩去呢，走吧豆豆。哎，婶儿，干嘛？
不跟你小姑娘聊天，俺走呢。嗯，那行吧。这有钱人当上老板了，都这个样子吗？小美，还有萱萱，你知不知道那个，咱们那个有钱的那个叫美玲姐，她回来了。知道，她有钱了，是不是？出去混了几年，飘的，我们村的人都不认识了。那肯定了，人家有钱。那天我碰到的时候，我摸了她的耳环，就这样，给我打了一下，不让我摸。前两天我也碰见他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他说我跟他说回话，给他去找他玩，他说啥？我不是当官的，不跟我玩，没话聊。可不是嘛，前两天我也刚好碰到他，我说他那个脖子戴的那个是不是翡翠，我想摸一下，他怕我给他摸坏了。人啊，真不能看。以前他穷的时候还没创业，我们全村的人怎么对他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谁说不是呢？你说为什么这人一有钱，是不是都是那个样子呀？飘的不是他了呀？谁知道呢？你看现在有手头上有点钱，都傲气的不得了。指不定哪一天都脸上有土了。哎，人都会变的，谁知道谁啥样啊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现在不一样了。3年河东，3年河西，有的几天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好，就是别说了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。来，回家做饭。你呀，我去玩了。啊，走吧。走了走了。你做什么饭？我去你家吃。好呀，走。我懒得做。好。咱们等一下，到地方了。咱到地方了，可别说别的，咱就安慰他，毕竟他破产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只要咱们不往那伤口上撒盐就是了。我也会注意自己的言辞，尽量不说那些难听的话。好，咱进去看看他，多安慰一下。那走吧，走吧，走走。姐，美玲姐，美玲姐，你在家呢？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，姐，不是顺便走你家门口来看看你。你吃饭了没有啊？就是啊，好久没见到你了，准备啊上你家来玩玩。你看，美玲姐，咱们啊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咱们又是好邻居，我们啊今天没事和你啊聊聊天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以前回来都那样跟你们说话。我回来几天了，我都每天出门见你们，没想到你们能来找到我们家来陪我说话聊天，我真是太感动了，太谢谢你们了。我姐，你说这啥话，都是一个村的，我们来看看你不是很正常吗？就是啊，我们就是想看看你。美玲姐，哎呀，那呀都过去的事儿，咱们呀就别再提了。行，还是家里人好，让我心里啊现在感到暖暖的。小美，萱萱，行，咱们都掏出来给他。林姐，你看咱们村的人啊都知道你的事儿了，咱们村啊给你啊凑了一大笔钱，好让你的工资东山再起。咱们村有你这样的人才，是咱们村的荣耀。姐，你要为咱村争光。就是啊，婶儿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。这是真的吗？你看，没想到家里人能待我那么好，我以前回来还阴阳怪调的。放心吧，以后我东山再起了，我会报答我们父老乡亲的。我一定会回来报答你们。姐，都是一个村的，你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？哎，行了，咱们出去散散心好吗？走吧，姐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，好。